主播主播，我在找工作，箭在必得，招人吗？招人，你去投简历。来了早还能混个什么高管？不对，高管好像都安排完了，能当那个什么帮众了。超哥老了到底是谁说的？好像就是熊哥说的，我记得，哎，就是熊哥说的，就是熊哥说的。啊，没排进去，完了，给小超跑了。哇，这超哥小号，啊不对，这是超哥亲信。超哥亲信是谁啊？哎，平平无奇的小超人罢了。哇，这又恶心又爱炸弹人，就别。哎呦，别点了炸弹人，下个版本就没你了。正如所愿。哇，炸弹人真是太酷了。我操！走位，走位！哇！我身上就丢了个屎啊，兄弟！血魔来了，血魔走了。焦哥真的刷 DY 信用卡吗？没有人出门会刷信用卡吧？哦，国外确实要刷信用卡，我也刷别人的信用卡的呀。国外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没办法，知道吧？我也刷 DY 的。你天天在焦哥直播间刷他的 DY 信用卡，我以为你知道的。我刷了吗？我刷了吧，不可思议啊。玉哥办公室的员工全在问明天焦牙直播间几点集合。哎，十二点，中午十二点。主播也是吃。他们要进攻了。哎，这把加三十分，啊不对，二十分，可以，今天上了五十分，豪取四连胜。如果每天都，哎，不对，这把输了，我操！哎，豪取三连胜。无聊无聊。主播居然会使毒肉的灰药小鱼，先把他表演一下四千血水源打肉山吗？谁他妈水源四千血打肉山？主播答应我，只唱我一个人好吗？主播主播，今天在南海三人可以来一首悟坤助兴吗？什么时候悟坤能上网易云啊？前段时间遇到我弟，发现白得很，
要知道，他每天不是熬夜加班，就是熬夜打游戏。为什么素颜比我还要白？原来他是用了款霸榜的赫恩美白面膜。你们男士品牌性价比很高啊！没忍住薅了一盒来用，没想到男士的面膜这么好用。加大码的天然蚕丝膜布，包裹性很强，贴上去怎么也甩不掉，敷上去冰冰凉凉的很舒服。揭下面膜后，更是能感觉到皮肤像喝饱了水，是那种水润且清爽的状态。它的成分很温和，都是植萃成分，像我这种敏感肌也能用，有双重提亮肤色的大脑成分加持，3%纯度温和又有效的美白控油，对皮肤油腻粗糙的黄黑皮熬夜打很友好，及补水控油美白于一身就很绝。用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小脸看起来细腻透亮的，皮肤状态真的让我都羡慕了。男生干净清爽原来这么简单，羊毛我已经放在评论区了，拍一件发4盒共24片，这性价比还不赶紧薅一波。